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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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连着三天是跟这儿搞专场啊。哎，来，哎，谁都照顾啊，不是可爱。好了，回去啊，还坐那儿去。刚才是于谦老师，嗯，带着罗云平，带着郭麒麟，郭麒麟是我儿子啊，所以今天能跟儿子们一块演出。怎么说话？就刚才那有我儿子没有？跟台有，台上有没有我儿子？台有没有儿子？这得了，行啊，别说清楚哪场啊？啊，这个、啊、在我心里哪场都是。哎，没，要不都退出呢？哎。这相声世家今天这场叫名门之后，嗯啊，每一段呢都有最少一个演员家里是干这个，这位也是啊，您介绍介绍吧。孙玉、哎、是我外祖父，是我们的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啊。大胖特别的可爱啊，说相声里边找这个身材的不多见啊，少照相的话得两张拼出一个人来占地儿啊，而且还不带胳膊。哎，对，太占地儿了。我认识他认识特别早。哎，我们早啊，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认识他，那会儿还上学呢。哎，上学，对，小孩那会儿没有这么高吧？啊，没有这么高，就这样哈。啊，也是这么高，是比现在宽一倍。哎，哎呦呦。那只是长高的拉长了又、嗯、啊，现在越来越身材好看了、啊、哎，是您夸我、嗯、真挺好的啊。我觉得这人呢几乎就没有缺点。哎呦，您捧我啊，厚道是吗？忠厚，而且来说不招灾不惹祸，难得。您谢谢您谢谢。话又说回来了、啊、您说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哎，这话对。你要说孙越一丁点毛病都挑不出来，这也有点过。啊，那您说说什么毛病啊？多少有一点小缺陷啊？您说说。我可以说吗？可以、啊、这人哪儿都好。哎，就是啊，手不干净。我后台啊，我这包搁后台搁着，我人大大咧咧，一会儿工夫一看，呀，短8000块钱。说怎么回事啊？这打08年10月份后台就不丢东西了。在那时候可走人了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找吧。嗯，找来找去，孩子们说了，师傅您别找了。嗯，孙越老师拿的。哎，听您心里边了，能问吗？不能问啊。哥们儿兄弟交情在这儿，慢说不问。有人问到我，我还得折说着。好啊，孙老师有这事吗？没有，您得折着说，折着说，这就是交情。是是是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嗯，郭德纲就一点毛病也没有吗？没有。我不信。你看，您各位这是捧我啊，我自己知道我有缺陷。没有。譬如说，快说。我啊，作风问题不太检点。哼，真下本啊。我在孙老师夫妻之间呢，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，第三腿插者。怎么说？第三者插腿啊？这是本家承认的。哎呀，第三者插腿，但是，啊，但是啊，有人问到孙老师，他不承认。你不光不承认，他还折说呢。来，我们问一下孙老师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就没有。哎，还折说着呢，你看，他真没有。你看，做戏做的认真，他压根就没有。他一直不承认这个。谁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就说咱俩人这交情。交情归交情，别说这个啊，这也是玩笑话。嗯、啊，因为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小学呢。哎，是是是，这也算发小。哎，可不，是不是？打小一块玩。嗯，老话说得好，撒尿和泥儿。哎，那会儿就是一块玩，净这个。对对对，我这撒尿，他和泥儿。我自己尿不好吗？你那骚气。哎。
对，您这带加号了都。啊，你上火主要是没听说过。玩笑。哎，但是啊，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嗯，孙越越来越可爱了，是吗？现如今跟岳云鹏搭档啊，您徒弟啊，小姐俩啊，两个人。哎哎哎哎，说清楚了，小哥俩。小哥俩啊，那您可矬了一辈儿了、啊哎。我认了，你瞧瞧，我认了。哎，跟岳云鹏在一起说相声、哎，观众非常的喜欢，哎、观众捧。好，相声这门艺术，大伙儿都喜欢，嗯，通俗易懂。说好了可不容易，哎，不简单。往简单处说，就俩人站着说吧。说好了，一辈子的功夫，哎，没有说到今儿我成了，不可能。说明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哎，对，包括这个学，嗯。前面有演员叫谢金，卖故意啊，叫卖货声。对，您听着简单，那声吆喝下功夫。谢金也是相声世家，嗯，他父亲叫张天顺。张，哎，等等啊，他姓谢，他爸爸姓张。他姓什么？姓谢，也姓谢啊。哎、老谢爷，宝字辈的老谢。对对对，这都是名门之后。我们也爱学，哎，当然了。但是呢，每个人条件不一样。哦、拿我来说吧，我对古曲比较喜欢。哦，您喜欢那个传统的？哎，京韵大鼓、梅花大鼓、西河大鼓，跟相声统称叫曲艺。哦，我们是诵说，他们是演唱。对对对，北京地区听京韵大鼓。哦，京韵，北京来的各位都明白啊，京韵，张派、刘派、骆派、白派、少白派。曾经在南方还有过代派，代派，哎，有这么几派，当然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唱了。对、啊，现在流传下来，比如最广远的，嗯，刘派啊，刘派，刘宝全先生，嗯，大西厢唱的多好，是，就那一句就把观众给摁住了，是吗？嗯，二八月，啊，你等等，嘿，你等等等等等等，这头一句，别唱了，别头一句了，怎么样？头一句就闹猫啊，二八月。二几月？二几月？二八的，二八的，哎，二八的俏佳人揽梳妆，好，二八的，嗯，清脆响亮，哎，是刘派，白派呢，温柔缠绵，是啊。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，嗯啊，后来像严秋霞老师唱的都非常好，都不错。白派我更熟了，是啊，白派我是家传。哦哦，您家。